全滴在了头。真远呐！哎呀，吃完饭坐了个这么长的车，不愧是天池，像登天门那么高。真远呐！哎，到了。哦。可以坐另外一个车了。喂，好，坐那卡车。老瓜子跑，别再坐了，坐不动了。哎，上车了，我们这就又坐车。长白山交通指南来喽，因为山路蜿蜒陡峭，为了确保安全，游客需要统一乘坐景区大巴车上山，再换乘专车前往天池，全程大约54公里，耗时1.5小时。因为盘山路急弯很多，会让人既疲惫又心惊胆战。这个车跟那个车性质可不太一样，颠簸吗？这车非常甩人，甩人。真帅人，魏哥，你看你脑瓜上面那扶手，这得是开的多可怕。对，不是这个不是，这路很那什么的，很颠的，很颠的，注意啊！你把窗锁了是吧？一会儿你看，要不然给你甩出去。哎呀妈！你也不用特意刻意，哎，这样刻意啊？我一点都没有。不愧是天池。这是不是自然而然的？这有刻意吗？顺势而为的，就是没整过动作戏，来不了这个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玩命的那都是。那也没有那么危险。得坐多长时间？妈呀，还有，哇，还有这么高！天哪，修这道也不容易。大车换小车，小车很颠簸，很颠簸。对，要问怎么说？天池在……哎，行了，别颠了。要问怎么说？这天池这是海拔多少？2600好像是吧，有点压了，我这。它因为很远，然后你就看地貌都变了。咱这上的可是这个是一个景观位，活火山啊。它就是一个火山口。哦。然后它里头特别深。啊。300多米深啊。那么深？对。死水啊。不是死水，它因为它雪水一直在化呀，还是什么呀？活水，三江之源。我说的不准啊。长白山天池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内，是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生代多成因复合火山。天池由火山爆发之后，火山口塌陷成盆状，常年积水而成。天池最大水深373米，是我国最深的湖泊，也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湖。2000年，长白山天池被评为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世界基尼斯之最。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到你。嗯，是这儿吧？对对对。嘿，到了。到了。挺冷啊。不是你，拿一个照来。哎，好家伙，发现你在东北特别受欢迎。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按理说我也不是东北人呀。啊，这行，我们还藏啥呢？咱搁这儿，今天是一个隐秘之旅。来，快点拍照，来，热情，太热情了，谢谢。麒麟，握手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像看演唱会一样。是。
按理说我也不是东北人呀、啊，我们是一个黯然失色了都在你面前。太凉了，咱往哪边走啊？啊，这边就顺着这边走呗，是吧？我有点要不行了。下车后还需步行5分钟才能到达天池哦。还行啊。不行吗？不行吗？就在这儿，前面就到了，对吧？前面就到了。不知道能不能看见？不用这么努力，看不上了。啊，在这底下哈。哇！哦。哇！哦哦哦！真美啊！真美啊！太陡了，震撼，震撼，震撼，很美，很美。大不了那鬼子一动。感动的是，猎人的自豪、骄傲。很好啊，我给你拿个蛋糕来。没事没事，看我们都到了。看看哥哥们，你看你瞅，这边，你看这，哎，好极了。哎，看到吗？就是，哎，你看，还别下去啊，哥哥，别下去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天池。这没看见水啊，夏天来能数住水。对，夏天来风也能这么大吗？夏天来风也大，是吧？嗯，讲两句啊，讲两句，挺好啊，讲两句，确实。今天我们来到天池，享受，就是旅游旅行嘛，出来我们要用心去感受，在这个美景的面前，什么语言都是非常匮乏的。苍白，你就是你多苍白，你看这个是不是？咱们这次自助旅行，其实是没白来，说实话。肯定没白来啊！我之前来的时候看的都是夏天的长白山天池，嗯，然后今天也非常幸运，因为它其实经常上面经常有雾啊，所以你这是因为你一下看见了，你不觉得？当你走到这上面，你看到这上面全是雾，你根本就看不见这天池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有点遗憾。对，哎呦！但我今天我第一次看到冬天的这个长白山天池，天池的全貌啊，另有一番风味。风味，嗯，好，咱们五个拍个照吧。来，兄弟们，哎，好，打卡成功，打卡成功，太好了，咱们。去看瀑布，走啊，走。你们对滑雪感兴趣吗？不会，主要是。哦，你会吗？会。我像我这种就是四体不勤的人，就是城市就是给我修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尽量别往野外走，活不下去。那你平时爱干嘛呢？我爱看球。哦。但是呢，但看球我觉得不能称之为是一种爱好，我得爱踢球，我觉得才能是一个爱好。你不爱踢球？也踢过，但是吧，就是和我看到的那个感觉不是一种运动。嗯，就我在上面跑的时候，嗯，拔腿想射门的时候就拔不动。下次你踢球可以叫云，他是守门员。对。哦呦，这球一个漂亮的点来，张林龙。他是守门员。对。啊，是吗？对，下次。打踢球去，那我不跟会的玩了。他本来就拔不动腿，我本来拔不动腿，还遇上个守门员。
你让他们说相声，他们也张不开嘴。哦、哎哎，有道理啊。对。终于被安慰到了。我跟你说那么半天，你不安慰我，你不安慰我。这边下面。下车的游客，请靠右侧往前走。前方有服务区。